これが福岡だ。我々が見ていたところはこの地点と地方地点2つからタンタン。山田さん、伝言です。こんな人の死人の数など見せるな。私が知りたいのはこの鉄砲弾がどこの工場が生産をしているかだ。もう一度調べてこい。はい。这两天怎么这么安静？是啊，我们也都觉得很纳闷。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放松警惕，密切关注水源变化，有任何情况立刻汇报。是，营总，营总，杜小姐找你。本質を見失ったような報告ばかりが目立つ。バカばっかりか。こんなんじゃ戦争に勝てんぞ。失礼いたします。上からの伝言です。私が参謀部に提案した道管空中散布作戦が採用されたよ。しかしその作戦は本当に必要なのでしょうか。当然必要だ。あれを空からばらまけば奴らはタダで缶詰が手に入ると我先に奪い合うだろう。すると道管に疫病が蔓延し人々のやる気を奪う。これなら下手な特殊鋼弾よりも威力があるだろう。わかりました。我这两天心里一直挺别扭的，总是在想你跟我说的话。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胡说呢，别胡思乱想。那你咋不跟我说呢？没啥可说的，而且你又忙，这事情不理解很正常，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感觉到。可是我希望为你分担啊，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可是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感受。我知道，在你心里一直把方振东当你的亲弟弟看。小时候，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每次想起小时候，我就会想起振东。他是我那个时期记忆里印象最深也最快乐的那一部分，没办法忘记。就像当初他顶替你去做刀客一样，在心里结下的结也是一辈子忘不掉的。对了，麦香咋样？挺好的，那丫头机灵也聪明，有她在方娘身边，方娘的日子也好过一些。那就好。子晴，我们能不能立下个规矩啊？啥规矩？以后有啥事儿别憋在心里头。我知道振东这事儿，我也是有错的。我总觉得是你没看好他，所以他才出事儿的。心里对你一直有些埋怨，可我也清楚，他那个人的脾气，想做啥事儿，谁也拦不住他。方振东是我弟，他的死我没那么难过。说呢，可惜，我觉得可惜。要是他心胸再开阔一点，能听得进意见，再多读点书，多见点世面，
一定能成大事，可惜了。振东要是能活着就好了。哦，对了，你身上的伤咋样了？嗯，好了。这是我打给你新抓的几副药。 说里头有人参，还有鹿茸，能帮你补些气血。谢谢三弟。他们从山上买了只羊，要不我请客，请顿羊肉。救了方振东的那个人是38军教导队的队长马格飞。 38军是杨虎城将军的部队，教导队的成员大部分是由共产党员组成，马格飞就是中共党员。举行一次大刀和38枪的实战演习比赛，也把这两个月的训练成果向全团展示展示。嗯，这是个好主意。在部队现有枪支弹药配备不足的情况下，尽量提高战士们近距离搏杀的战斗力，这样在战场上一样可以赢得主动。 啊！那不是方振东吗？他怎么跑到训练场来了？看来这小子的伤恢复的差不多了。方振东在咱们这儿待了快2个月了，这几天啊，还是每天到操场上看大刀队训练。昨天他还从侧面问我，咱们大刀队招兵的事儿。这小子不会是想留在咱们这儿当兵吧？他。 在咱们这儿当兵，怎么可能？你别忘了，他可是潼关赫赫有名的刀客，祁同寨大当家的。哼，看他在街上捅军曹的那股子劲儿，就知道他是个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主。哼。振东，爸。 于教官，看来你这伤恢复的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于教官，振东可是咱潼关这一带赫赫有名的刀客老大。哎，对了，正好让他给咱这些战士上上课，指点指点啊。哎，好啊，这事儿我们求之不得呀。王班长，都把咱们打到队的战士集合起来，让振东给大家露两手。是。 别露两手，我这伤呀没好利索，你现在露两手，多丢人啊！哥，你不也是刀客吗？这样，今天你露两手，让我也开开眼。哎呀，看来是真人不露相啊！你让我开个眼？那行，你是真人不露相，那我就给大家献丑了。 伤快好了吧？最近是不是感觉背上痒痒的？痒，痒了好几天了，这咋回事？那是因为在长新肉芽呢。那长肉芽是不是就好了呀？啊，还得多少天？10天半个月吧。10天？这么久？嗯，你想干嘛？啊，我不干嘛，我是怕耽误训练。好好养着吧，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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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过来，鬼子给我们送罐头来了。我操你！是不是投错投咱这边来了？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是鬼子误投到潼关的呢？潼关和风陵渡之间隔着黄河，这么明显的地理坐标，鬼子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再说今天没有风，更不可能是刮来的。那照你的意思，这些东西是鬼子故意投放到潼关的，他们有啥目的呢？拉拢民心，制造混乱。这些东西不会有毒吧？救兵到，通知所有士兵收缴今天的空投物品，不许食用，不许私藏。是。等等，从今天起，切断和潼关所有人员以及物品的往来，立刻去。是。那老百姓呢？老百姓啊，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有毒的话，那老百姓吃了就会出现大量的死亡，那时候潼关就会乱了。不然这样，我赶紧拿着这些糖果还有罐头去西安做检验，你赶紧召集潼关所有的老百姓，跟他们说明一下情况和可能存在的危害性，收缴那些空投物资。你坐我的车去。好。咋才这么点儿？哎，挨家挨户给我劝去，所有物资必须上交，尤其是孩子不许吃，谁都不能吃。去。是。愚昧，愚昧！你真行，说风就是雨。今天就想回潼关啊？想我娘了，回去看看。还有你手底下的兄弟吧？嗯，我想问你个事儿。嗯，这事儿我问过好多人，都没跟我说明白。你说这小日本的，放的好好的日子不过，到咱家来干啥来？要想把这事儿说明白，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那你就捡那个我能听懂的大白话跟我说说。日本是个岛国，四面都是海，那地方很小，还没有咱们两个陕西大。除了鱼，还能种点稻子，剩下的就没啥玩意儿了。那地方又小，人又多，资源不够用。嗯，什么不够用？资源啊。啊，啥叫资源？这么跟你说吧，烧火，冬天你得用煤吧。打一把刀，你得有铁吧？就算打个戒指，你得用金子吧？这些玩意儿，在你们潼关后沟随便挖个洞就能出金子，对吧？嗯。这些玩意儿，咱们这遍地都是，可他们那儿呢，啥都没有。那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就占了东北。那地方土地肥的，扔啥长啥。咱们想打，可又打不过人家，那怎么办？就只能任人欺负。哼，人这个玩意儿啊，就是欺软怕硬，他看你好欺负，就变本加厉。就像当年八国联军一样，占了北平，占了上海，又占河北，占山西，下一步就是占潼关，进西北。那这万子清咋说？这事儿跟老百姓没关系呢，
那是他没亲眼看见占领区的日子。他占了你的地方，你就得给他低头，就得给他鞠躬。他看见你妹子长得漂亮，他就要睡；你不同意呢，他就要杀了你。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杀。那你说有关系没？你要是愿意当狗，愿意让他睡你妹子，那就没关系。 那日这帮狗日的劲的，是啊，咱38军大部分都是陕西的子弟，为啥跑到山西这儿？就是为了在中条山这儿拖住日军的后腿，能咬他一口就咬他一口，绝不能让他们跨过黄河一步，占了潼关。行，我回去见了我娘，我就回来跟你一块干。 哎，振东，哎，走走走，走了。哎，在这儿还吃上了。哼，瞪着眼睛说瞎话，你信吗？你咋不拦他呢？这小子要真在咱们38军，没准能成事儿。他就是一匹野马，训是训不服的。只有哪天。 他自己想明白了，上了路。钢是块好钢，要打成一把刀啊，还早着呢。营长，出事了！营长，别急，啥事儿？工民派的几名战士上吐下泻的，好像是中毒了，你快去看看吧。 多少时间了？也就20多分钟吧。吃了多少？我刚才问过他们，大概每人都吃了几口。叫卫生队来。是。把这两个人立刻带到机密室隔离，所有和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都要隔离，去吧。等等，你也要隔离。是。丹静，立刻派人到城里头，挨家挨户给我搜，一户也不许漏掉。发现有空投物资，一律没收。是。 谁他妈让你们吃的？这就是西安的检疫结果。这些罐头还有糖果中含有大量的炭疽病毒，人一旦食用，很快就会发病。 我营里的士兵已经有开始发病的了。这儿为事。哦，忘了跟你介绍了，这两位是西北战区的防疫专家，这次过来是专门为我们处理可能会发生的疫情的。二位好，啥是炭疽病？炭疽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病，传染源是动物。我们已经在肉罐头里边发现了大量的传染源，人一旦食用将会被传染，初始症状是呕吐、昏迷。 那就是说，我的病已经被传染了，那就必须将他们迅速隔离起来，防止蔓延。这个我已经做了。还有啥传染途径？皮肤接触、近距离的呼吸都有可能被传染。救命！到，传话命令，所有搜查的部队都给我调回来。是。那二位跟我去看看我们生病的士兵吧。好的。子清，等一下。啊，副官，现在二位医生去。 我随后就到。是。好。咋了？我知道你把战士撤出来是啥意思。可你们撤了，潼关的百姓咋办？百姓？啥百姓？那就是一伙愚民，啥道理都听不懂的愚民。昨天晚上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们为了那点贪小便宜，就是不把那死破罐头叫出来。 那你也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啊！我想管啊，我咋管？让我的兵给他们填命去。兵没了，谁守潼关？咱俩不用吵了。没想你吵。那我问你，守潼关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让潼关的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吗？你让你的战士撤了，那是自保。
炭疽病一旦蔓延，就会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百姓们甚至还会逃离他乡。那个时候，潼关就是一座空城，没有人跟你们供菜、供肉、供粮食，你们拿啥守潼关？唇亡齿寒的道理我懂，我就是见不得我的兵给那些愚民填命，不值。对这伙人，我没啥办法。我也想不出啥好办法来，估计这种事情以后还会很多，那还能咋办？咱就只能耐着性子去说，一遍不行，咱就三遍五遍的去说。我现在就去找新民办的人，配合我完成这项工作。可能要先设立一个隔离区，你给我一个班的战士，继续收缴空投物资，切断感染源，防止交叉感染。我现在就去。站住！其他的我可以同意，你不能去，太危险。是我危险，还是潼关更危险？开了三十八军的方振东当天晚上就进了县城，继续寻找杀害兄弟们的那几个日本人。潼关人，懦夫！杜叔叔，哦，子清来了，完营，在里边呢。哎，好，来，注意他体温啊。
醒来，子清，你冷不冷啊？不冷。可千万别生病了。人在疲劳的时候，免疫力会下降。没事儿。这两天没有发现一个新的病人，说明我们已经控制了炭疽病的蔓延。嗯。你那儿咋样了？患病的士兵都在后站，这得谢谢你。谢我啥呀？守潼关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那天我的态度也不好。蔓延。嗯。干啥呀？怕啥？咱俩从小定亲，全潼关人都知道，还怕他们说吗？你还不好意思？来，我再请一个。哎。子清，回来以后，咱俩都挺忙的，也没有时间好好聊聊天。你想聊啥？说。我知道你从淞沪上下来挺不容易的，见到了战争的残酷性，可你对老百姓还有……可能这话我不该说，还有对振东的态度，咋总觉得带着一种轻蔑呢？可能这种轻蔑，我们的身上都有。其实我挺后悔的。如果当初我耐心地给振东解释清楚日本人是咋回事儿，他要是听懂了，恐怕就不会过河了。正是因为我亲眼目睹了那场残酷的战役，我才确定，这场战争必须由军人来打，和老百姓没有关系。这就是咱俩最大的不同。你知道委员长在庐山上为啥要说“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那样的话吗？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和参与，仅靠国民政府的军队是根本没有办法打赢这场战争的。我认为他的原意是需要支持，不是让老百姓上战场是拼命。你的口气像共产党。是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不是真理。你想想，嗯，我想想。嘿嘿，これで小麦200パケジ。嗯。小麦200パケジ。あ、ここで。あ、1、2、3、4、5。あ、ここです。あ、何？山田さん。今何時ですか？ああ。だぜ。お、あなたのお手時計を。ああ、大変綺麗ですね。結構です。結構。うん。さあ、どうぞ。さあ。啊，你一会儿先别去兰英姐那儿了。咋了？老六说我想杀猪，你在家先等等。哦，我想先去趟杜先生那儿。哪不舒服了吗？没有，就是昨天没睡好觉，做了一夜的梦。东娃又给我托梦了。他说啥了？他也没说啥，就满脸血，冲我笑嘻嘻的。老话不是说了吗？夜里见雪光，那是有喜。我就老觉着这娃还活着。娘，别瞎想了。没瞎想，这毕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其实前些日子我就想过河去找他去，我哪怕找不着活的，知道他埋哪儿也行。
不敢啊！这河那边那么乱，鬼子到处杀人，万一出啥事咋办？下来，下来，没事。也就那么一说，我让杜先生给我解解梦，看看能说个啥。一会儿你们俩吃吧，啊，别等我了。好的，方姨。你别乱跑。嗯，不跑。你咋去接他俩去？没有我干不成的事儿，姓个梁的还不容易。你过河来有啥干什么？啊？你家还挺富裕。我帮不了你，你走吧。我还没说啥事儿呢，你咋知道帮不了？二傻子才知道你不知道你要干事了，你不就是想将粮站跟鬼子捣乱吗？日本人比山的老虎都厉害，你能耐得过人家？听人劝，吃饱饭啊，赶紧过河回家。你让人家过两天安生日子好不好？爹，谁来咱家了？哈达，咱家来客人了。来来来，我看看，叫啥名儿啊？我叫达，叫达。咱少爷不是，走走走，他马上是两句话以后他就走了啊！你们到外面去，啊，等你屋吧。你得在这儿给我找个事儿干。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拔不了你。我不能让你眼看着去送死啊！我打听过了，从这儿往北十里地，有个锄奸队。要不我上那儿找点事儿干？咋？俺爷说了，让您尝尝俺家的红枣。这孩子随你，懂事儿啊。是个当汉奸的料。以后你爸要是没了，我就是你亲长。嗯，叫达。达，过来，就觉得是这样，我马上就要得手了，你老凑什么热？你也不把开喽，哪里带我妹啊？太高看，爷你个笨蛋呀！你看我跟你说是这样，我的西大去哇，太高高看我脸小，太高高看，哎，这就对了，这样，哎，太极太瘦，太极要洗。会清了，我就不该把你弄进来。这事儿我还得干。你干什么干？你要是再拦着，我就去告诉锄奸队，你是汉奸，让他们杀你全家。什么？杀你全家。
我是汉奸，大汉奸！你要杀我全家！来，放这东，你的命是谁救下的？我冒死救了你的命，我是汉奸。我冒死把你跟你死了的兄弟们送过黄河，送回潼关，我是汉奸。我是汉奸，我把你领到我家去，让你今天能够这样忘恩负义的要挟我。我是汉奸，我是汉奸，我是汉奸，我是汉奸。行了，我说错了啊，你不是汉奸，行了吧？不杀你全家，就把你吓的。没事儿，你看今天我连刀都没拿，我就拿了根绳子。这小日本子，你先给他勒死，给他扔粪坑里，谁知道？这他妈就是活该掉粪坑里淹死的，明白了吗？我要是不把那几个小日本子给弄死，我啥事儿我也干不下去。你要是能帮我，你就帮；你要是不愿意帮，去就，我一个人整。这辈子我做了什么孽呀？我碰上这么个货，我知道安插一个内线进去不容易，小心谨慎是对的。不过你也得转告他，这事儿得抓紧，部队现在十分缺粮，我们不能再等了。好，我会尽快通知他。哦，对了，我还听说最近有个人在慰安所杀了个鬼子，是吗？是，他不仅在慰安所杀了一个鬼子，还追着另外两个鬼子，一直到粮站门口，是条汉子。